黑色、棕色、白色、杏色，3/4到4/3全尺码。脚板宽厚要大1号哟，巨美耶！就是以它楦型的美度哦，是完全不输给高跟鞋。它的那个尖楦也是一样修饰小腿跟脚踝的那个效果蛮好的。对，是先选好了鞋面的皮革，然后再去那个圆形的扣子，是后来才喷色上去的。你们看它有多软，超级无敌软。这一双我也是非常推荐给孕妈咪穿，因为它就是整双全真皮，然后我刚刚有凹折给你们看，它超级无敌软。所以其实如果你是比较容易脚胀水肿的那种体质，我觉得非常推荐你穿我们家的真皮系列。黑色是全部里面最有气势的颜色，因为它是黑色的那个圆扣配上黑色的皮革，但它又有那个金色的金属去点缀它，所以我觉得它整双的那种气势比较强。但我觉得其他三个色就是比较温柔一点，有的平底鞋啊，它的侧面就会没那么出色，但是这一双是几乎没什么遗憾的，它就是360度都是时髦的。可是这一款就是你不擅长穿高跟鞋，但你又气势不想输给别人，我觉得很推。